时空沙阵刮完，二 K 可以退，想要追，娃娃做一个支援，棒棒哒！哦，有这个瞬移，哎，直接调整了一波龙抬头。不过斯科德是追到你老家去哦，即便自己下去，斜吻刮两个，把翻斗打掉。古墓虽然还是非常肉的，再串串到了，直接锤大绝普攻，想用重印收头啊。 Security，有大绝哦，这里有人先锤，哎呦，但是刚好遇到这个幽冥乱舞，但是又怎么样呢？但是那可罗斯这场真的挺难玩的，没错，这里直接锤到控制键拉满，二选的这个古墓，你横坦也招不住钱的力量啊，这一波可是扛了这么多，OK， 这样子是有点过分的，然后加上凯的往前蓄势待发，NK 的手上特别多，加上。 凯的这一个技能哦，又想要用在女，哇，串两只，串到了，这一次很成功，古墓强行把命给清掉，哦，但这里的二压一就会压得蛮不舒服了，芒芒这边很痛苦啊，哇，四等直接飞，队友过来也分担不了。 哦，还要打娃娃？不打拉不出去，哦，扛到最后一击线，哇，凯勋瞬移，哦呦，等于说在上半波多留恋了一波兵线。对。好，再来看到人鱼真身，这一次的推没有推的那么好，但是龙的话反倒是娃娃拿到了，瞬移三已经被逼掉了。哦，给几吗？哦，抓到了，而且不要有，不要的。 搭配 NK 的一个屁股，在这个宅沟里面，苏直接倒下。但是这边的话 ，NK 地板真起身，赶紧往后拉掉。哦，你也大地球牢，直接关到库库身上。起身之后，再接一下后续那个螺丝的一个进场。但是左侧边的话 ，Boca 的一个蝴蝶就落单了，花太多技能了。对。月恒切四下，重型太想防，但是对方再怎么说都是三名成员，你刚刚拿我家的红 buff， 还穿到的是对方的草里面，竟然是那个、哦、往前轰的轰死，来不及。是，但是带着对方的人来，可是来了就是可以命。看到是这个魔神凯撒已经掉了，自然领域在这个宅沟限制还不错，往前开始贴人了，伤害先灌。 关到欧尼身上，但库库已经应声倒下，打完之后，总算是把对方的波顿也换了这一条命。凯瑞兹来喽，这边的话往前吸到了库库，往前灌伤害。这边人鱼真身直接反向推，往前能不能留到人呢？克里娜卡往前想要踩人，可惜没有第一时间踩到，但是 Myra 已经到了下来，是被瓦瓦给带走了首杀。这边看到是 NK 哦。 哦，又闪开又推，推到喽！这一边的话，往前，但是人员没有哇，这边的话，在苏的位置再一个，直接砸在库库往前走，进攻一插，是直接把这个苏给带走了。后续的话，奇二想要刷来刷去，但是好像找不到目标，哎，哦哟，是，但是这是七分钟的凯撒，降落谁家？哇，凯旋终于拿到了，其他人被他点到，这边三个夹你一个。 可是小心会传走哦。对，然后是损伤够吗？往前逼够吗？往前全部伤害灌下来 ，nice！ 这边 NK 带走了 Myra。